月三号啊，星期六嘅一个嘅鳄鱼潭啦，一个嘅法国巴黎奥运会啊，真系就好多嘅呢啲嘅吓问题咧，就令人咧就俾人咧就引以诟病啊。开幕嘅呢一个嘅仪式啊，整个就系嘅不伦不类啊，非男非女啊，阴阳插屎忽鬼啊，出嚟搞局。咁大家喺一个礼拜前咧，就已经系有好多朋友就口诛笔伐啊，衰捻到啊，搞鸠埋一啲嘅唔同嘅宗教团体啊，搞我哋基督教啊、天主教啊咁样。咁当然俾人咧就系话佢班咁啊左岩上脑嘅一啲嘅 organizer 利用呢一个嘅国际盛事啊 hijack 咗佢，而表达佢嗰啲啊即系有歪人伦嘅呢啲嘅主张咁样。咁当然喺香港里面我哋亦都有多嘅唔同嘅网民啊，亦爆发呢一个嘅骂战。究竟阿江文蔚小姐吓系咪呢一个嘅奶共啊、亲共啊，或者系潜藏嘅一啲嘅中共嘅呢啲嘅隐藏嘅培训出嚟嘅精英嘅呢啲嘅土共咧？咁亦都系好多嘅一啲嘅香港嘅网民咧，就系互相攻击啊，为咗呢件嘅事件里边咧，就系发表自己嘅伪论啊，引发就好多唔捻同嘅骂战。咁啊，估唔捻到系嘛？一个暂时目前为止啊，都系有一个嘅世界纪录嘅呢一个嘅巴黎奥运会，就系苏花到目前啊，过捻咗咁捻多日啊，都未见有世界纪录创造过嘅一个嘅奥运会，真系咧就系、是、吓、啊、令老恶咧就系觉得，究竟我哋人类系咪冇捻进步过，仍然咧就系、是、真系不停喺度退步啊，跌进呢啲嘅啊人衰行路打兔褪嘅呢种嘅宿命咧啊，我真系有时嘅感觉到对人类 mankind humanity 好似有啲嘅唔系咁高嘅呢一个嘅 positive 嘅呢一个嘅期望啊。咁啊，近排系嘛，亦都系一日之前，亦都系引发咗一个令到啊举世哗然嘅一件嘅事件。咁啊，亦都讲好多嘅朋友仔喺一个嘅网上边啊，都吓转达咗有一个嘅新诶，一个嘅关于啊女子啊66公斤嘅一个嘅打 boxing 啊一个嘅比赛，而引发咗究竟啊一个嘅奥委会啊系咪容许一啲嘅跨性别嘅，即系而家啲鬼头啊叫嗰啲咩捻嘢 transgender 啊，一个嘅 LGBTQ 嗰个 T 啊，嗰啲嘅跨性别人士参加一啲嘅女性嘅一个嘅比赛，咁而呢个跨性别人士可能根本就系先天就系男儿身啊，即系怨恨母后啊，点解生我出嚟就多咗条奔啊咒系嘛？咁啊有条奔咒，但系佢系觉得佢系女人，就走去就打呢一个嘅女子嘅呢一啲嘅比赛。咁啊，当然啊，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咁啊，即系喺西方嘅世界里边，我哋就要讲吓 fair and square 吓，公平公正讲公义嘅，就唔似某一啲嘅国家啊，总之就赢鸠咗就最紧要吓，即系唔使使你呢一个嘅过程。唔撚使你做咗啲乜撚嘢嘅手段，結果為目標贏撚咗，至係嗰一個嘅王道。嗰啲嘅撚屌國家又禁藥啊，又話啲跨性別去比賽啊，總之要攞金牌光宗耀祖，令到十鳩幾億嘅國民裏面打飛機啊，廣州佬叫入雞血係嘛？呢種嘅呢一種嘅亢奮狀態就係為之咧，就係、是、舉世歡騰。咁好啦，咁喺外國人嘅呢個世界裏面，梗係要所有嘅嘢就要公平公正啦，輸要輸得嚇呢一個嘅心服口服。贏都亦都贏得光光彩彩嚇，咁呢一個就係講英雄主義啊，又或者係呢個講公義嘅呢啲嘅地方文明嘅世界咧，一直追求嘅呢一個嘅價值觀。咁而爆發咗嚇，即係最近有好多嘅一啲嘅世界名人啊、知名人士啊，都對呢一個嘅法國嘅巴黎奧委會又有一個嘅唔係好撚正面嘅呢一個嘅講法，特別係頭先我所講嘅一場嘅女子66公斤啊呢一個嘅拳擊嘅呢一個嘅比賽。一个啊，一睇就知道，哇，妈妈咪呀都好似几靓女嘅呢一个嘅典型地中海女性嗰种有无美之余有啲刚烈嘅意大利女拳手，呢、这个 Angela Cavini 就对呢一个嘅阿尔及利亚嘅呢个拳手啊，就叫做哈尼夫，哇，呢、这、一个嘅吓、中文译名都玩鸠佢、啊，女子拳手改个名叫做哈尼夫，一听落去就系呢一个嘅男人嘅呢一个嘅名啊。唉，殊不知睇真啲，睇一睇佢个样子，喂，咦，麻甩佬嚟噶嘛？睇个样子我真系，如果你问我，问十个有二十个都答呢个系绝对系麻甩佬嚟噶啦。但系佢就以呢一个嘅女性嘅呢一个嘅资格，就上台同呢一个嘅 Angela Carlini 咧就打啦。咁啊，
喺咁嘅情況之下，唔知呢一個嘅意大利嘅女拳手，俾佢嘅呢一個嘅前面啊，呢一個嘅對手啊，佢個形象啊，哇，直情係麻甩佬嚟噶啦！嗱，點解我要同一個麻甩佬啊，屌你老尾喺個擂台上面交技啊？咁啊，即係可能佢亦都引發佢以前之後俾人打過啊、家暴啊，定係點樣樣？即係咬一咬底，係整體嘅呢一個嘅比賽嘅呢一個嘅節奏追唔上，喺46秒之內就宣告敗陣棄權。而佢對賽後啊，同記者啊，同教練啊，或者係對 public 啊去公佈啊，佢感覺到好撚害怕，亦都咧因為佢個鼻哥中撚咗拳，好痛啊，媽咪咪啊，好痛啊！依一個嘅情況，咁啊，亦都食咗依拳嘅重拳之後咧，就有依一個嘅流鼻血嘅依一個嘅跡象。咁啊，佢講撚到咧啊，但係咧就曾經喺訓練嘅時候啊，教練都有安排個男人嘅依一個嘅拳手同佢培訓，係希望爆發佢嗰啲嘅小宇宙出嚟。亦都有同男人咧就 sparring 過，但係冇諗過今次嘅依一個嘅較量咧，食咗拳之後咧，挨咗一拳，拳力咁重嘅依一個嘅重擊，哇！真係好撚痛苦，而好撚痛苦之餘，佢就擔心佢自己依一個嘅人身安全啊，無奈咧就係接受依一個嘅屌你老味嘅殘酷嘅依一個嘅現實，自己唔夠砌，要翻條命仔，東山再起好緊要，咁啊，即係要決定退出比賽。咁啊，即時就跪地啦，痛哭啦，咁啊，所有一啲嘅媒體嘅依一個嘅照片啊，無論你線上面嘅媒體，又或者係一啲嘅 print 嘅 publication 啦，出咗嚟之後，全個世界都嚇大家都知撚到，女人最撚強嘅依一個嘅屌你咩嘅武器，就係他們的眼淚啦嚇！一見到女人飆馬尿濟缸，我哋冚家產，全個世界嘅人心裏邊啊，都會俾佢融化，即刻就會係企撚咗喺佢嗰邊，深深切切咁樣樣去同情佢。好啦，講翻嘅依一個嘅拳手阿爾及利亞嘅依一個嘅哈里夫啊，伊曼哈里夫啊，原來今次佢受到依一個嘅法國巴黎嘅奧委會俾佢參加依一個嘅賽事啊，亦都係其他嘅一啲嘅人咧對佢有一啲嘅意見。因為不久之前啊，佢曾經參加過依一個嘅世界拳擊錦標賽啊，就俾人咧 suspend 咗佢嘅資格，唔撚俾佢玩啊？點解啊？因為佢通過唔撚到依一個嘅高丸酮嘅依一個嘅測檢，話佢嘅依一個嘅高丸酮嘅依一個水平好撚高，分分鐘依一個高丸酮嘅水平比我哋 MHK TV 嘅同事啊超哥仲撚高。因為我一直都懷疑啊，超哥裏邊有依啲嘅黐性嘅依一個嘅激素喺佢身體裏邊，令到佢生唔撚出胡鬚，喺下巴裏邊得幾條鳩毛。但係我冇揾錢啊，然後捉佢嘅一啲嘅 DNA 拎佢嘅依一個血液去化驗，引發佢身體裏邊係咪女性荷爾蒙比依一個嘅男性荷爾蒙嘅偏高。咁但係我有理由相信，依位嘅伊曼哈里夫嘅男性嘅依一個嘅高丸酮嘅激素，絕對係會比阿超哥咧就為高嘅。咁亦都係因為佢太高依一個嘅標準，咁啊所以當時嘅依一個嘅世界拳擊錦標賽就褫奪咗佢嘅依一個嘅資格，唔撚俾佢參加啦。但係，唔知點解你今次你就係個法國嘅屌你嘅左膠撚屌，竟然就俾佢啊參加依一個嘅比賽，喺咁嘅情況之下，俾人嘅質疑，究竟依一位嘅哈里夫真真正正嘅身份係咪其實就大家所講嘅依一隻嘅 transgender 真實嘅身份係男兒身，而係以男兒身嘅依一個嘅身份走上擂台度去打女人啦？咁而當然啊，即係一直都有依一個嘅女權主義好撚上頭嘅依一個嘅《哈利波特》嘅依一個嘅作者阿羅林啊，依一個嘅 J.R. 阿羅林就瘋狂出碟，就喺依啲嘅唔同嘅事件裏面咧，就係會女性咧就係抱不平。首先佢就含沙射影啊，即係當然就講早兩日亦都有類似相關嘅依一個嘅拳賽，我哋台灣嘅依一個嘅拳後啊。系一个嘅姓林嘅叫做林旭婷嘅一位，应该系叫女士咯。但我睇佢个样，我真系 sorry， 我真系好捻肤浅，亦都系屌你老味閪，我真系自己真系唔敢讲佢，真系男定女，公定乸，依系半公乸。只不过林旭婷咧就系话佢喂点睇点睇横睇前后睇左右睇上下睇360度大回环，依一个嘅屌你老味冚家铲乜嘢洛夫依一个360度大旋体，佢都系男人嚟噶，你点解可以俾个男人嗱？即系佢当然冇指名道姓啦。就係話唔諗明白點解俾個男人上去咧，就同女人咧就打依一個嘅比賽。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全世界都亦都知道阿羅林咧就影射緊依一個台灣嘅依一個嘅林旭婷，佢話佢係依一個嘅跨性別嘅選手，即係我哋以前成日叫嗰啲咁變性依一個雙性人啊啊依啲嘅咁嘅情況啦。咁而家又有特別個 terms 啊，依啲嘅選手咧就可能咧就係性發展障礙啊，唉，真係啲屌你乜而家依個世界裏邊咩性智力受挑戰啊，體重受有障礙啊，而家就性發展有障礙。外嘅呢啲嘅人士，咁啊，
佢就覺得啦，哇！而家係咁撚樣去，屌你老尾上擂台同女性嘅拳手去打依一個嘅比賽，咁好明顯啦、啊！你真係雖然冇撚辦法改變到你出身嘅依一個嘅方式，但你有權可以屌你老尾選擇唔撚 cheat 同埋作弊噶、啊，係嘛？咁你真係以男人嘅身份上去屌你老尾個擂台裏面屌你老尾打女人，而更有甚者嘅呢班咁嘅巴黎嘅奧委會，你就係咁嘅人渣冚家產屎溝精。你哋竟然容许个男人上擂台上面屌你咪打女人，而台下嘅呢个观众啊欢呼若狂啊，见捻到男人咁样疯狂咁样殴打呢个女人嘅呢个情况，竟然就屌你老尾喺冚家铲拍手欢呼啊！呢个系乜捻嘢嘅世界啊？呢个就绝对系疯狂嘅呢一种嘅行为啊！啊咁捻样搞法系嘛？屌你老尾系嘛？你系咪要直至到有机会见到女性嘅拳手喺台上面怀疑俾呢啲嘅性发展障碍有男儿身啊女儿心嘅呢啲嘅人咧，就硬生打捻死？咁你哋就屌你老尾自收货啦！好啦，讲翻啊呢一个嘅林毓婷咧。无独有偶，同我头先所讲嘅呢一个嘅阿尔及利亚嘅呢一个嘅哈利夫咧，都有啊参加过呢一个嘅旧年嘅世界拳击锦标赛嘅呢一个嘅参选，参加嘅呢一个嘅比赛，但系两个都系同时之间验佢哋嘅呢一个嘅高丸酮素啊，呢一个嘅水平啊，亦都系好捻高，超高晒标系嘛，就唔捻俾佢参加，甚至乎佢参加完之后，好似系褫夺咗佢呢一个嘅奖牌咁样样。咁啊！事件出咗之後，就好多嘅朋友就即係抱誒呢啲嘅拳手或者有冇搞撚錯啊？點解可以俾佢哋參加？係嘛？如此類推啊，咁樣樣。咁啊，有啲嘅朋友啊，直情啊，即係出埋啲貼啊，就去屌柒佢啦。咁啊，包括就嚟要同阿 Mike Tyson 打場表演賽嘅網紅拳手阿 Jake Paul 啦，係嘛？即係話呢啲嘅行為令人作嘔啦，唔撚可以接受啦嚇！即係唔知點解係嘛？即係屌你個俾你！你相信以前相信嘅嘢已經係唔撚重要啦，啊！即係而家咁樣樣去發展，係嘛？去到咁嘅依一個嘅地步，係絕對係好撚危險。咁啊，眼前嘅而家依啲嘅地步咧，就係開始就係俾啲邪魔鬼怪啊，咁樣樣嘅形式咧，就係出現咧，就唔係幾好啦。咁啊，而家又即係草即刻就喺啲網上邊咧，好多人咧就係支持依一個嘅意大利嘅拳手。Angela Carini 嘅依一個嘅同情佢嘅依一個嘅慘況啦，咁啊影住啲 hashtag 啊，依一個嘅井井嚇，依一個嘅 stand with Angela Carini 啊，咁啊包括埋依一個嘅意大利嘅依一個嘅女總理啊，依一個梅洛尼啊，亦都咧就係公開咧就係話唔肯同意國際奧委會嘅依一個嘅觀點，啊絕對係唔肯公平嘅，啊屌你老尾閪嚇咁撚樣搞法，即係仲肯得了冇撚天理，即係口珠不伐啊出帖啊狂媽啦。咁啊，好多嘅網民嘅，即係都覺得，喂，咁依一個嘅擺喺度，咪係唔撚公平啦？啊，你屌你老味，你點撚樣可以俾一啲嘅跨性別人士參加一啲嘅女人嘅呢啲嘅比賽？咁但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唉，即係我有時真係都喺西方世界裏邊生活，見到而家啲嘅咁嘅現象，我都唔撚知點樣樣去批評，係嘛？一句大愛包容，大家就要容忍佢哋，係嘛？我廁所都要俾佢哋，女廁都要俾佢哋去入。最撚慘嘅就係佢話佢自己係女人，佢如果冇撚閹正嘅，屌你咪著撚到成身嘅呢啲嘅女性裝扮，然後衝入去個女性嗰度，你都冇鳩佢符，因為佢話我係女人啊，你吹我漲啊！咁有啲閹正咗嘅，咁啊即係去撚咗世啊，做過手術啊，打撚曬啲咁嘅高丸女性嘅激素啊，定係點撚樣啊？係嘛？咁啊佢又要入去，但有啲就冇撚閹正嘅又入去，係嘛？咁又都係搞呢啲咩嘢性別嘅 toilet neutral 啊，亂七八糟嚇。總之入個 restaurant 裏面就屌你嗰六七八個呢啲嘅屌你咩嘅廁所都唔撚知去邊個，係嘛？喺咁嘅情況之下，已經係醉到呢一個嘅雌雄莫辨、陰陽顛倒嘅一個情況。而更有甚者，嚇呢啲所謂嘅跨性別嘅人士，亦都係利用咗啊，即係左交呢啲嘅左癌上腦嘅大愛包容嘅呢啲嘅情況咧，嚇而參加咗好多一啲嘅唔同嘅女子嘅呢一個比賽，譬如游泳啦，係嘛，即係佢好撚明顯強如嚇，好似呢一個嘅網球裏邊啊，一個威廉斯嚇，一個嘅兩姊妹啊，無論你覺得佢兩個，哇佢嘅身形屌你咩金剛咁樣，屌你咩嘅無敵。係嘛？或者係屌你見到佢好撚嘅依一個嘅強項，我身為男人同佢打依一個網球，肯定輸俾佢。嚇、啊！你都好撚明顯，好撚屈機嘅啦。佢哋咁撚屈機嘅依啲嘅身形，對撚個二打六嘅劉甲仇嘅葉，即係冇咁撚厲害嘅依啲嘅男性嘅依啲嘅網球手啊，佢哋都要敗下陣來。咁更加何況係嘛？即係有一啲嘅譬如游泳啊、賽跑啊，各方面嘅嘢，你都俾佢哋去參加嘅依一個嘅時候。咁你咪對一啲嘅女性嘅呢啲嘅選手係咪一個好唔撚公平嘅呢一個嘅屌你老尾嘅
嘅 condition 咧，人哋生生死死一個嘅屌你咪好撚辛苦咁樣去鍛鍊啊，去練習啊，刻苦啊，係嘛？屌你咪控制自己嘅飲食啊，唔去濫交啊，屌你唔撚去屌你咪整翻非 casual 嘅 Mariana 懟下，又唔撚食煙飲酒啊，係嘛？屌你咪又要戒肉啊，食啊依個飲食要定時睡眠又要充足，哇！好撚屌你咪辛苦咁樣去屌你咪堅忍咁樣搞四年，屌你老尾一整件 transgender 一嘢就摧毀曬佢，屌你老尾喺咁撚多年咧依啲嘅努力啊，同埋依啲嘅付出，你話係公唔撚公平咧？調翻轉係嘛？我哋永遠見到一啲嘅所謂以前係唔知係咪麻甩佬或者係生出嚟麻甩佬，後天裏面剪咗條啫啫係嘛？然後跟緊住啊，屌你老尾喺冚家產度打啲嘅女性激素又好咩都好，又或者直情有啲係直情係唔撚厭正都去比賽同啲女人去較量，而喺呢啲地方裏面咧不公平咧就係攞到一啲嘅獎牌，但我又從未見過一啲。系嘛？好狠恨啊！超哥几时同人哋输到输咗条姑姑，然后跟得住咧就攞捻咗超哥条姑姑移植佢身上边，而扮男人嘅呢啲嘅女性变男性嘅呢一种嘅跨性别嘅人士参加啲嘅比赛，公开挑机揾阿 Mike Tyson 同佢打镬劲嘅，又或者啊屌你咩啊参加啲嘅男性嘅呢啲嘅运动啊，啊里边啊同佢跳水啊，屌你咩游泳啊，啊赛跑又唔见调翻翻转头喎，咁所以吓即系俾人哋嘅感觉呢啲所谓。唔知男定男兒身定女兒心嘅呢啲嘅人，根本就係屌你老尾係欺壓女性、欺負呢啲嘅身體可能冇佢咁強橫嘅人，而攞莊中裏面攞著數，而呢一個嘅混水摸魚，褫奪咗人哋嘅一啲嘅榮耀啊！一個嘅大蝦細屌你老尾俾屎餵嘅呢一種嘅情況咧，就係參加呢啲比賽去屈人哋嘅機啦。咁但係當然，如果你問我嘅，我梗係覺得。唉，搞咁撚多嘢，你而家搞撚到我都唔撚知個世界邊撚個係男，邊撚個係女嚇、啊？你而家又搞啲 transgender， 要搞去同人啲嘅正常嘅女人去比賽，咁點解你哋唔撚搞一個屌你乜跨性別人士？我話鳩知你男變女，女變男，屌你乜陰陽同底兩條賓州七個閪窿，屌話鳩知你哋點撚樣？你咪整翻個屌你乜有彩虹嘅運動會，咪整翻個跨性別運動會？你哋啲跨性別嘅就屌你乜屌你乜打劍擊、跳水、賽跑、冚家產跳遠啊！屌你乜網球乜撚柒都好，你咪你自己圍內玩翻曬佢咯。点解又一定要你哋要标榜到你哋与同大家都唔撚同啦，又要屌你老尾喺入返人哋嘅界别里面去同人哋比赛，为乜撚嘢啫？冇人唔撚俾你搞，大家唔撚鍾意同你一台食饭嘅，你咪自己围内屌你咪开一台出嚟，屌你老尾喺冚家产喺隔篱自己另辟新天地啦。而今时今日嘅呢一种嘅包容性格世界係咪你哋搞呢啲咁嘅运动会冇撚问题㗎。咁而家我哋都有啊殘奧運動會，咁跟緊住再接再厲嘅咪嚟個跨性別運動會，咁一天都乾撚曬咯。點解係要咁樣同啲女人去爭蝦啲女人呢？我真係唔撚明呢單陰陽怪獸屌你咪有啲乜撚嘢嘅屌你裏面嘅想法嘅，公唔撚公平都要做係嘛？咁即係你問我，如果係再咁樣樣搞法，係咪要回復到啊？大家嚇屌一係就揾啲運動嘅贊助商係嘛？即係佢哋生產一啲嘅物料。啊！即係冚家產，譬如一跳落水就屌你乜嘅變形啊、透明啊，睇撚到佢哋嘅生殖器啊，究竟係姑姑啊，定係鮑魚啊，定係點啊？揭露你嘅呢一個嘅真身啊，係咪咁撚樣？如果唔撚係，大家一係就打乾呢一個赤啦，回復呢一個奧林匹克最原始嘅時候，大家乜鳩都唔撚著嗰種啊呢一個嘅比拼，咁樣至還原呢一個嘅真正嘅呢一個嘅公平公正嘅呢一個嘅比賽嘅呢一個嘅條例。咁我諗大家都聽緊過，好撚多人咧曾經有講過以上嘅頭先我所講嘅呢一個嘅情況。咁但係亦都要嚇，即係做人咧就要客觀啲，係咪？亦都係有翻一啲嘅真實嘅一啲嘅睇法啊，即係 scientific 嘅 backup。究竟呢一個嘅林旭廷啊，同埋呢一個嘅阿爾及利亞嘅呢一個嘅哈里夫啊，佢哋係真實嘅呢一個嘅 biological 嘅呢一個嘅身份係如何呢？咁如果睇翻咧，呢一個哈里夫咧，原來曾經亦都係有得到呢一個嘅參賽嘅呢一個嘅資格。咁啊，參加過呢啲嘅女子嘅拳擊比賽，但係嚇舊上一屆嘅東京奧運會，佢亦都係曾經咧就係參加過。而呢一個嘅巴黎奧委會啊，至大聲就話：喂，其實佢上屆都參加過啦，點解你上屆你唔撚屌柒佢啫？今屆我俾佢入嚟嗰陣時都係遵循翻上一屆東京奧運會嘅呢一個嘅條例啫，俾佢入得到佢。何況無論你林旭廷又好，哈里夫又好。佢哋嘅 passport 護照裏面都係寫佢哋係屌你老闆係女人嚟㗎。一出世嘅時候佢個出生紙同埋佢個護照身份證斷定咗係呢一個嘅女性嚟㗎。咁喺咁嘅情況，我係咪都應該要 endorse 返佢哋國家俾佢嘅呢一個嘅戶籍啊，同埋呢一個身份啊 ,identity 啊，
證實佢係女人啦，咁我梗係俾佢參加依一個嘅以女性為主嘅依一個嘅比賽啦，咁樣樣。咁好啦，咁大家可能會問啦，咁但係點解啊？佢哋屌你老味係俾人有懷疑，佢兩個嘅樣哇咁撚麻甩佬咁樣樣係嘛？男人又高大又性性係嘛？點解屌你老味佢哋話佢自己係依一個嘅女人，而亦都係 endorse 咗佢哋真係女人呢？因為佢哋生出嚟嘅時候，可能佢哋嘅真正嘅依一個嘅 gender 嘅依一個嘅辨理啊，係真真正正係冇姑姑。天生出嚟真係女兒身，但係原來有一隻嘅屌你老味嘅症狀啊，就叫乜撚嘢咧？就叫 DSDS， 就叫做咧 disorder of sex development 啊。咁因為咧生出嚟嘅時候，雖然你個外表啊就咁睇落去冇姑姑啊，女呆嚟嘅噃，但係嚇、雖然佢冇雌固定，但係如果你認真啲喺佢細胞裏邊檢視佢嘅依一個嘅 chromosome 染色體咧。竟然發覺原來世界上面真係會有 BB 仔生出嚟嘅時候係男性或者係女性，但係如果係男性嘅時候，佢可能出現依一隻嘅 XX 嘅依一個嘅染色體，但係如果生出嚟係女嬰嘅依一個嘅樣子啊，但係佢哋血液裏面嘅細胞係會出現依一個嘅 XY 男性嘅依一個嘅女依一個嘅變色體，而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可能啊，如果喺依一個嘅林旭廷又或者依一個嘅哈里夫，雖然係女兒身，但係因為佢有依一個嘅 XY chromosome 啊，所以佢身體裏面亦都會排依一個嘅分泌啊好多依一種嘅睾丸酮嘅依一隻嘅激素，而有依度嘅睾丸酮啊，男性荷爾蒙嘅依一種嘅情況之下，身體好明顯就有依一個嘅男性嘅依一個嘅體質。而喺呢咁嘅情況之下咧，體能啊各方面啊係完全咧就係屌你老味係超班。如果同女人比係嘛，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亦都會有好多呢個屈肌嘅依一個情況啊，同女人嘅依一個嘅 athlete 去比較咧，就輕鬆地贏啊，就唔會艱辛地嚇依一個嘅屌你老味熬依一場嘅依一個嘅比賽。咁好啦，咁啊即係換句話講，你真係吹佢唔漲嘅噃。如果以而家依一個嘅定律嚟講，佢真係 biological， 佢係 so happen。女生呢一个嘅男性嘅呢一个嘅体质系嘛，你系唔能够佢强环，唔能够佢强悍，但佢真系屌你老味喺我爱夜来香里面嗰个嘅切口啊，我系女人嚟喎，咁点捻样搞啊？咁所以好多嘅依家嘅呢啲嘅运动嘅呢啲嘅运动家咧，亦都希望啊，以后啊女性运动员去参加要进行呢一个嘅检测，进行鉴定佢嘅性别。除咗佢生理上面喺法定嘅究竟係男定係女之外，仲要驗清楚佢依一個嘅睾丸激素，要驗清楚佢嘅身體嘅依一個含量。如果真係超標，係咪唔撚可以咧？就俾佢哋去參加女性嘅依一個嘅比賽。好啦，我講完一大輪，希望大家都明白到係嘛？即係我講嘅依一樣嘢有幾多嘅一啲嘅科學嘅依啲嘅成分喺裏面。如果你問我，我就會覺得喺成件事裏面真係冇撚計。人啊，十隻手指都有長短，我就可能係屌你老尾個樣黑人憎啲，你個樣可能就善良啲，姚明嘅身又高啲，屌你老尾係冚家產 Magic Johnson 啊，又或者依一個 Kobe Bryant 啊，又或者依一個嘅扎巴啊，係嘛？佢哋身係真係咁撚高，咁啊真係有先天嘅依一個嘅 advantage， 更何況係嘛？即係依一個嘅阿爾啊、及利亞嘅依一個嘅選手曾經參加過比賽，同依啲嘅女性拳手打過，亦都係輸過。即係換句話講，佢亦都有機會係俾女性拳手係依一個嘅擊倒。咁既然大家生出嚟都有一啲嘅唔同，如果佢真係法律上面佢真係冇經過任何手術或者係打過依啲嘅激素，而佢係真係即係個100%嘅依一個都唔知100%定99%係女人嘅依個情況之下，我只可以講。大家如果對撚住佢，就真係幾撚屈機，係幾撚唔撚公平，係咪？即係我可以只唯有我同你同意呢一種嘅呢一個嘅睇法。不過 ，heaven said that， 如果佢參加嘅拳賽啊，參加嘅比賽係賽跑啊、跳高啊、跳遠啊、打籃球啊、砸鐵餅啊、舉重啊，如此類推，呢啲係完全對其他嘅對手冇作為任何嘅身體上面危險嘅呢一個嘅情況。我個人認為唔應該取消佢哋嘅依一個嘅資格，但係如果你真係喺個擂台上面交技，可能會對你嘅依一個嘅選手構成身體嘅嚴重嘅傷害，又或者係令到佢生命受到依一個嘅危險咧，我就覺得依一個值得商榷，俾唔俾依一種嘅 super， 我唔知佢 male 定 female 啦，係嘛？總之女身裏面有依一個嘅男性特徵嘅拳手走上台上面打女人咧。咁我就覺得 I am so sorry， 我要保護翻你嘅對手嘅依一個嘅安全，而你身體好明顯嘅男性特徵係真真正正唔應該俾佢上擂台就去打女人。咁可能有好多嘅朋友都未必同意我嘅依一個嘅講法，咁但係某一啲嘅運動的而且確
你有咁樣嘅男性身體去 high 一個女人，或者係有一個先天嘅優勢 advantage over 你個 female opponent 咧，的而且確就係幾係唔係幾公平嘅一件嘅事。不過最好嘅做法就係唔應該俾啲原本嘅性別係男人，經過手術切除，又或者將個身體裏面不停要打一啲嘅唔同嘅男性激素嘅一啲心理以為係女人嘅呢一個嘅人士，其實佢哋係唔應該參與純女性比賽嘅呢啲嘅運動嘅。唔該，你哋自己要玩嘅，睇翻你哋啲跨性別人士裏面，你鍾意男打男，男女打女打男，乜都好，你自己攣埋一齊打，唔好搞大家啦，拍檔，唔好搞亂個世界啦。冇話唔容許你哋喺個世界上面，好包容你哋，你鍾意做乜都得，但係唔好夾硬嚟。你同我哋真係唔同啊！咁你真係做翻你哋自己個圍內裏面玩嘢小圈子嘅運動，算鳩數啦。各位 MHK 的观众注意啦，由2022年1月1号起，鳄鱼潭只会上传到 MHK.TV 的网站和 Patreon， 只供会员收看，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的影片。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鳄鱼潭的，可以去下列 MHK.TV 的网站付费，和到 Patreon 注册会员。